开始了，这个是视频全面娘。谢谢啦。玉米面条，给他拌上西红柿。面条是老赵给我煮的，他知道我愿意吃筋的，煮的刚刚硬，拌点西红柿鸡蛋卤，老香了。Thank you.
个汤底，面条没有，来点米饭。给它稍微拌一下。有西红柿鸡蛋和牛肉汤的味道。